来，嘿，大家好哦！咱即马耳康，嘿，即马专注台语的即个声道啊，咱做啊听两种，即第二种语言。好来，咱即马就是讲顶讲下18分钟，咱要用同款即个语言继续讲落，所以讲咱即马先来做一个热身一下。来，咱想看卖，咱即马每一个人拢想看卖，你有偌久无讲台语啊？你顶一摆讲台语是啥物时阵啊？会问这个问题，这是真要紧，因为这个问题你阁会去想，到底是三当前，还是三工前，还是三分钟前？你阁会想这个问题，迄就是我今仔日要来讲这个主题的原因。嘿，所以讲，咱先甲这个心肝头先想看卖，你到底偌久无讲台语啊？啊，毋过有人问讲，我是客人呢，我一世人我毋捌讲过这种话啊。同款啊，咱也是客人，咱嘛是想看卖，咱有偌久无讲客语啊？同款的一个问题。好来，咱心肝头先甲这个问题甲放咧，等下再过来想。好来，咱先做一个语言鉴定。咱语言鉴定做侪嘛，日本话、韩国话、英语，大家拢做过啊。即摆做一个语言鉴定，咱先出两条题目就好啊。来，真正要出50点嘛，出袂了啦。咱先来看两条题目就好。来，第一条。你敢无法度用台语讲你叫做什么名？你若是讲对一个香港人来讲，哇，安尼这是足正常啊！用香港话讲我叫做什么名？嘿，我叫做刘德华。哇，这当然，这大家拢听，这拢足正常。你即马要做第一语言鉴定，讲你叫做什么名？你敢讲会出来？来，先来做一个调查一下哈。你即马，你先家己读看麦啊，你有法度讲家己的名无？你若有才调用台语讲你叫做什么名的人，请你举手一个。嘿，请你举手一个。诶，阁袂歹哦，先莫放落来哦。嘿，阁举手一下。好，咱即马超过一半，应该拢阁有举手啊。毋过，要来甲大家检查看卖，你敢一个有袂举手？好来，手莫放落来，我即马来找一个人哈。好，啊无，我即马来找。好来，咱即马第四排才穿一个黑色衫的查甫的，咱来互伊讲看卖啊，伊叫做啥物名？大家听看卖啊一个。嘿，感谢一个。好来，你来大声甲讲出来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我叫做吴宏林，嘿，吴宏林，好，袂歹，啊，再大家拍拍啊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足要紧的，你讲什么话，啊，你用什么话介绍，你叫做什么名，这是一个足基本的条件。好来，你若讲有对，讲有正确，你摕50分啊哦。咱即摆来看第二条，来第二条，等下恁着照我讲的声音做这个动作，你会使先看你边啊身躯边这个人。第一个动作，我讲什么动作，你着对伊做什么动作。来，第一个，讲看到你着想要给你拔头壳，什么叫做拔头壳？这个动作，你会安怎去做？好来，啊，第二个动作，看到你着想要给你塞落。嘿，你会做什么动作？嘿，到底是用脚，还是用手，还是用身躯在弄？第三个，你搁讲我给你做落哦。嘿，你搁讲我给你做落哦，真好，迄个人做出来的动作啊。你阁讲个你做落哦，第四个，你阁走我甲你削落，你做啥物动作？用手还是用脚，还是夹啥物物件？你阁讲我甲你削落。第五个动作，嘿，看边仔迄个人啊，嘿，你阁讲我甲你站落啦，你阁讲我甲你站落。后来第六个动作，你看到边仔迄个人，你就想要甲伊敲巴啦。哇，真好，做一人做靠巴啦嘛嘿。后来，这六个动作你拢有做过以后，这个题目的问题就是讲，拄只这六个动作拢是咧甲人拍，不过通常你会举鸡丝，唔是用脚，唔是用手，唔是亲手亲脚去人拍，你会举鸡丝去甲人做这个动作是第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你感觉讲你一定知影答案的人，请你举手。我未甲你问啊啦，你感觉讲你知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嘿，后来。嘿啊，有人举手，啊有人无举手。后来好啊，感谢。第一个动作，我甲你拔头壳，看到这人甲我拔头壳嘛。第二个，我甲你塞落，塞你的嘴皮。第三个，我甲你坐落，用这个手脚去人弄，还叫做坐落。嘿，这个手也能安尼刚弄落，我甲你坐落。第四个，我举棍啊，甲你削落。第五个，拍你涂骹，我继续甲你站落，用脚咧刚站。啊，第六个拄只做人做，迄叫做敲巴啦，嘿，甲你敲咧，啊，甲你敲巴啦，嘿，即做人做。来，这条题目第二条，
你哪会晓的人？哇、哦，这台语高人嘿，就是讲恁今仔日我即马咧讲这款话，莫怪恁拢听哦，因为恁若听无，有个人开始咧嘟咕，我就开始举手讲，啊，你莫去讲好无？嘿，因为听无嘛，嘿，来遮讲买一个门票来遮困，佮吹冷气佮袂歹呢，嘿，佮袂歹困。来，咱先做一个，就先咱做两个动作，这两条题目，你得先我了解讲你台语的程度是，佮会使，还是真正有够歹拢听无？好，啊，毋过咱今日主题讲，想到你要讲台语。是安怎你要讲台语？咱这个问题，咱想看卖，你想要要讲台语？问你家己哦。啊，即马来讲别人，有的人是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台语足水个啊，台语真水啊。想讲咱即马伫台北咧读册，啊，爸母咧甲咱管教，爸母咧教咱咧管咱个心情，这个心情是安怎？这就是第一个嘛，伊惊讲，惊惊死，放阁惊飞，这就是咱四大人个心情。咱即马伫台北咧读册啊，足久无转去啊，连敲一通电话嘛拢无，啊，拄着爱敲电话嘛拢无咧敲，逐工伫厝里咧等你电话要来，互你知影讲你的消息是安怎，等愈久心肝愈沉，这就是咱爸母的心声。咱着爱等到咱家己生囝，你带囡仔，你养囡仔，咱双手抱孩子，才知爸母时，才有多去了解讲老爸老母当初是咧想啥物。所以讲，即有人讲，谁人要讲台语，伊就感觉台语足水啊。讲一寡话咧，讲啊，拍入去到你心肝头。所以讲台语足水，我想要讲。有个人是安尼，你敢毋是即款人？因为台语足水，所以你想要讲。好，啊，毋过有人颠倒病哦，有人讲，哦，台语就是要臭干辣椒，少开辣的，迄少辣的，啊，讲出来迄个粗嘴啊，到讲出来就是无共款，迄开口拢无共款。所以讲，若是讲，有个人是为着即个原因要讲台语。那是你，你即马那是一个无水准的粗鲁人。你看到这句话，你安怎讲？来第一句话，你先想看卖啊。那是你，你会想要安怎讲？有个人无水准哦，这句话安怎讲？食小春棍嘛，哦，啊咧食小春棍真正足无水准的，嘿，你敢是这款人？啊，第二句，啊，你去看你边仔个人，哦，这个人足歹斗阵的，你敢来看？伊生做这款，你嘛知？你会想要安怎讲？哎、欸，有人伫遐，即爿看咧听着啊、喔，嘿，人若字歹看面就知嘛。嘿，啊，莫看边仔啦，嘿，不一定是讲咧边仔迄个人啊。啊，第三句咧，输人毋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。哎、欸，即句无解歹听啊，即阁袂歹听咧。毋过有人较无水准讲安怎，输人毋输阵，输阵就难照面。哇，所以讲有个人伊个原因是因为讲台语讲出来。足无水准，讲出来足粗嘴野道，伊就想要讲，因为讲出来迄个力甲用，你别种语言讲的迄个力道，迄无共款嘛，力数无共款嘛。所以讲，这第二款人有人讲，因为台语就是足粗话、足粗嘴的，所以讲伊想要讲。不过，有人跳出来甲你讲，无喏，台语足文雅的，咱古诗古词、咱唐诗宋词、汉赋，全部拢会使用台语读出来啊。想讲这个你上阮的诗，你会想要怎读？君问归期。未有期，巴山夜雾中秋啼。河东共剑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雾时。唉，嘿，讲到这来，喘一口气。讲到这，你头壳敢若得要破去啊？台语到底是足水，还是台语到底是足歹？你到底是为着什么因端？到底是为什么要去甲讲？所以讲，哇，你这人讲拢小打吞的，讲话家己拢安尼小对过。有当时工作水，有当时工作歹。不过咱即马即句话问咱家己哦，你到底是安怎要讲台语？到底是因为水还是因为歹？咱家己头壳来想一下，因为你拄着什么款人拢有啊。来，咱先来讲，你先家己想看卖啊。即马来讲家己哦，我想要继续讲台语，我想要只爱讲台语这个语言。来，会控制牛肚，嘿，这真正是阮家的啦，嘿，这无可能骗。好，牛肚来讲。台语对我来讲是啥物？台语对我来讲，就是敢若讲，我三岁囡仔，我咧做三岁囡仔时阵，阮爸爸妈妈送我一个布鞋啊，嘿，就是送一个布鞋啊，互我。送我时阵佫足新嘞，啊，送我时阵佫足古锥嘞，嘿，爱时阵佫软胖胖，嘿，逐工咧困拢甲摸，拢爱甲软条条。所以讲台语对我来讲，就敢讲，哎，这个物件就自细汉我就甲软条条的物件。毋过过二十冬啊，过二十年啊，二十年经过，这个物件变甲安怎？可能断一支手啊、哦，可能巴肚破一空啊、哦，可能鼻仔已经落去啊、哦，可能迄个毛拢变甲足太高足垃圾啊、哦，
这个东西想要送你，过二十冬已经变得很久很老了，我要送你，你又不买，你又看到又会怕，送人又没人要订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说，有水有美，有新有旧，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个东西我如果是有感情，我现在二十冬我也是冬天冷掉掉，都要炸出去外面。这个东西没陪伴在我的身边，这个东西的我会感觉说这个人像怪怪，整天这样喊叫喊叫，没这个东西怪怪。所以台语对我来说是什么东西，就像说这个布王啊，不是是新还是旧，还是水还是坏，有古水还是没古水，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嘛。所以台语对我来说，它可以很水，它可以很坏，它可以很文雅，它可以很粗嘴，它可以说得很简单很熟的，也可以说得滚滚滚滚转过来转过去。所以说台语对我来说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正常的语言，本地就是这样。这不是只有台语哦，我们说的一个正常的语言，不管什么话都一样，英语也是一样嘛，你只要换做英语都是一样嘛。所以台语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的东西，这就是我有感情的东西，不说因为说这个东西别人看作是什么样，看作是什么样，别人对有什么意见，我又感觉说这个东西我很抱歉，你觉得这个很久的我都不敢说，不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有感情的东西，就是我想要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只要一摆子，恁看无啥清楚，嘿，就是要恁看无啥清楚，这叫做生命的一部分。啊，咱的生命一部分就是安尼嘛，做侪物件咱无甲注意到，咱拢看无啥清楚，无人甲你提醒，你根本拢无注意到。讲啊，你生命当中有啥物物件是最要紧、最重要的物件，人甲你讲，你才会注意到。啊，是讲等下你失去这个物件，你才会开始感觉艰苦。咱若无失去这个物件，咱拢唔知。所以讲，台语对我来讲，就是。这款物件，迄就是台语对我的意义。谁人要讲台语？所以，咱去想看卖，你谁人要讲台语？好，下来这张，这是咱拄则安尼讲嘛。哈，台语对我来讲就是这款物件。不过，有的人想讲，好啊，安尼我嘛感觉袂歹，阮厝里拢爱讲这款话啊。安尼，我若开始想要开嘴的时阵，才发现有一个问题。哇，足侪物件讲袂出来，老的物件讲袂出来。你若讲会晓讲的，你袂晓讲啊。啊，第二是讲啊，足侪新的物件走出来，你嘛唔知要哪去甲讲。台语敢那足无效的咧，台语敢那足无路用的，台语敢那足无实用的咧。咱拢会发现这个问题。现代你想要讲台语，敢那足侪物件拢讲袂出来。唔是你摕一个报纸出来读，有个人使读甲全部台语读甲足顺，有个人就甲卡在迄个所在啊。因为老袂晓讲，新的嘛讲袂出来。所以讲台语是哪会发生这个问题？台语是哪会变作安尼？咱今嘛先来讲一个。正常的语言不是台语哦，一个正常的语言就是讲，咱看这张图，外口这叫做干嘛色？咱的环境就像干嘛色这么大，啊，环境有多大？咱的思考，咱会使甲讲出来的话就有多济？环境这大，咱会使讲的话就是这济，就是什么物件，咱看到什么物件，那我都甲记出来，那我都甲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语言。什么物件你目睭看会到、想会到，那我都讲，这是正常的语言。不过台语不是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愈来愈少讲，哪些个部分，就是咱会晓的话，开始有一挂会揪我来，变作咱讲袂出来啊。你若讲会晓讲，你讲袂出来。所以讲，咱台语就是变作安尼啊。哇，像讲你若讲，若是讲哇，拜托个啊，这手洗条管啊，什么叫做手洗条管？啊，是讲这四个字拢听，食我袂倒，食我袂倒，大家拢听。不过这四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像讲这个，我今仔日就是唔笑尿，才接这个工课，才徛在这个所在跟恁讲话，我就是唔笑尿嘛。这个事你会感觉讲，这就是足老的事，嘛唔是足老。咱若讲，咱若做一辈，拢够有咧讲。咱已经未晓讲啊，所以顶一张哇，这侪话到甲咱这代开始咧求我来，变作干那存安尼，足侪物件讲袂出来。这就是老的事开始咧消失啊。不过新的事咧。这张，咱就是讲老的物件开始叫我来，啊，新的事愈来愈多，咱这个世界愈来愈宽，所以讲足侪物件一直生出来。啊，像讲这个珍珠奶茶，哇，足侪人咧问的，这到底要哪讲？不过你若无人讲过，你乌白讲，恁阿妈嘛听我讲，阿妈，我要一杯凉的，互你啉啦。这个物件叫做珍珠茶啦，伊后摆就对你讲珍珠茶啊。啊，是有人要讲，啊，这杯物件叫做珍珠茶凉啦，啊，恁阿妈嘛听我，还讲这杯物件你要讲啊，这芬尼啊，芬尼泡红茶佮泡乌龙啊。你不管安怎讲拢会使，你着讲出来，大家拢听。不过咱唔敢讲，所以讲结果就是，咱有在条讲的物件，甲这个世界全部物件差有够侪，足侪物件讲袂出来，台语即马就是变咖呢啊。所以讲会拄着这个问题，讲
因为这是一个死去的语言，咱唔敢讲新的话，咱唔敢甲外国话变作咱家己的话。这个物件就真正翘起啊，就尿袋啊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变作一个死语啊。台语一定要行到一步啊，所以咱唔通让伊变到一步。咱就来知讲，台语一定有新的词会走出来。虽然你会当唔接受，你会感觉讲迄种歹听，是讲迄唔是正台语，嘛无要紧。不过这是一个事实。台语有一个词嘛，是讲哦，你这人哪会只假掰啦？啊，真正有够白烂的啦！哦，啊，这人缩小面的啦！吼、哦，这拢是较新的词啊。恁可能阿公会甲你讲，这唔是台语啦，反正阵无人安尼讲啦。不过这就是一个佮外语言，佮是一个佮哇跳跳的语言，自然就即个现象啊。你唔免介意，唔过这是自然。后来讲，我台语哪会做侪外国话啦，什么恶多麦啦、嘛字啦、扩大啦、拉提啦、韩多路啦，哪会拢讲外国话，唔爱讲你台语？这就是一个我的语言，才有这个现象。咱再来看咱可能较常要讲的这个语言，哎，这物件你摕恁四十岁阿姑去甲看，伊可能看无恁在讲什么话哦。这唔是台语哦，这恁应该看有嘛，这大学生该看有嘛。好，啊，阁有遮个话，这毋是共款，拢偏偏拢是外国话变做咱的语言的外来语。颠倒要用台语来看，这台语拢讲会出来，这是碰语啊。啊，你这样理路那遮歹，理路拢袂通，啊，是车棚啊，啊要翕电工，台语颠倒讲会出来。啊，毋过别种语言可能会用外国话甲摕来斗。所以讲，这是讲正常的语言，外来语言就是讲，伊有新的词会走出来，啊，伊就吸收外国话。所以讲，毋是台语无法度去讲新的词，是因为咱拢无爱讲啊，是因为咱拢无爱讲啊。所以讲，你若愿意去甲讲，各种物件拢讲会出来，做你放心。所以讲，毋是咱的语言无遐实用哦，迄是讲咱即马咧讲的人较少啊，只有拄只迄个内底叫我来外口，佮你扑出嚟即个现象。所以讲，迄是语言咱无愿意去甲讲。所以咱记一个咧，一个新的词是安怎生出来，安怎生出来，咱看一个咧就好啊。只有两项规矩 ，A 甲 B 顶管甲下底，恁要看卖啊。其中有一项是台湾才有的，另外一项是外国进口入来台湾的。顶管甲下底这两项，顶管这是台湾有的物件，你可能唔知，下底这个是外国进口的物件。那是恁厝里个人住伫山顶，还是较住伫山脚？伊阁看会出来，这个物件叫做什么？真好，气泡。拄只做一人个咧讲，这是墙角有人讲气泡，有人讲气泡，拢会使。这个物件，你阁知影这叫做气泡？这咱台湾本地就有啊，莫讲台湾倒啊，树林埔就有啊。咱等下要行去珠江隧道迄个防空，咱厝里正话，路边就有生这个气泡啊，你看到就使甲买来食。啊，若中都莫找我嘿。这个物件，树林都有啊，咱学校内底都有啊。好啊，这个物件是外国进口入来，所以讲你若摕，你阿妈看，伊讲唔知啦，阮这较早无看过。不过伊又讲啊，这我知，这是气泡啊，啊这个物件，哦，确实呢，你甲叫换气泡好啊。你阿妈可能我咧甲讲哦，这叫做换气泡好啊。本地无这个物件嘛，伊就看到啊。啊，所以讲啥物叫做换气泡？因为咱台湾本地就啊。啊，买啊！南美洲、南美种的物件，佮走来，咱就叫做番仔。番仔是甚物？伊也毋知咱食。姜母鸭，迄内底就是番仔。啊，本地咱大生栽麦啊，啊买啊，则佫有诶，咱就叫做番麦。所以讲，迄就是恁阿嬷的理路嘛。看到这物，啊，甲气泡有够像个，啊，所以讲啊，番气泡，我就叫番气泡啊。所以讲，咱咧讲的这个物件来讲，你若拄到五个阿嬷、五个阿公，可能有五种话哦。甚物覆盆子啦、覆盆子啦，还是番气泡起啊？大家人拢无共款。唔过那是五十个阿嬷呢，那互五十个阿嬷听到这话，有可能哦，大家听到番薯泡敢那做孙呢，后摆就对你去讲啊，这个物件我知，阮孙阿伯食这番薯泡嘛。所以讲，咱这语言自然就生出来，唔是咱的语言，咱这种台语话都去讲别种物件，是因为咱拢无咧讲尔。所以讲这就是季节咧，任何新的物件，咱看到自然就讲会出来。啊，大家拢无共款，不要紧，咱就是乌白讲，乌白讲，别人听到，就对咱讲啊。咱不然讲啊，台语离我总远个啊，台语跟我无关系啊。咁是安尼，咱来看一个大学生的面册顶悬，就是拍遮个字。台语甲你敢是真正无关系？你先小可甲看过，内底有创作一台语的物件，你敢有注意到？若无注意到，佫替你甲飘出来。怪咖嘛 ，B 字嘛，还是嘟嘟好嘛，还是讲麦字好加在嘛？还是即个物件叫做蚵仔煎甲红菇粿？红菇粿你敢敢用？别种话，你感觉讲红龟果？老板，我要给你买个红龟果五颗。
哦，头家讲好，我这百年老店开啊，侪当今嘛，即阵讲来个咧卖叫做红龟果。所以讲，咱的生活内底其实足侪代志啊，代志其实无离咱遮远。啊，毋过有人讲啊，这腔无同款，我台北人啊，你是高雄人，腔无同款，这是要怎办？咱先记一个咧，先来西台湾一个试看卖。就想讲，哎，这是表示台北，那是台北人，你会听到即句哎，啊，头家娘几摆十分啊，八点过体。头家娘几摆十分啊，八点过体。你若是感觉讲，哎，台北人听得足顺啊，高雄人听得足袂顺呢？还是讲你若是走到台中的海口，无可能俩，跩计唔对啦。无可能你也跩计唔对，这是台中海口的腔，还是讲你是台南人？哦，啊，做遮呢啊，爱食全部拢客客队啦，做遮呢啊，爱食全部拢客客队。还是讲你搁在台中的市区，哦，我上爱食鳗鱼的啊，下乡的拢好我晓，嘿，我上爱食鳗鱼啊，啊，下乡的拢好我晓。还是讲你走去宜兰，哦，宜兰人听了这哎，烧钱真香呢，啊，食食嘞，带去洗粉丝啦。诶，大家人讲出来腔拢无共款，毋过咱拢听有。这个腔对咱来讲是啥意思？这是咧甲咱提醒，咱是谁？咱为倒位来？咱是食，咱为带来？咱听着无共款的腔，咱就想着咱的故乡。你伫捷运台北的捷运顶端听着一个人讲，我要倒去洗温书啊！哦，你是足感动，伊是宜兰人。你回头甲看卖讲，哇，这款共乡的，阮共庄的。所以讲，这个腔根本唔是问题，大家拢听有嘛，顶多是予咱有这个感情，甲迄个腔家话做伙。不管你听有台语也听无台语，宜兰人拢知影啥物叫做西文书。不管你一世人有讲过这个词无，所以讲这个物件，咱即马个人讲台语，想要讲台语，这对咱来讲就是安尼。那是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也要讲英语，讲啊足顺，啊普通话嘛会晓讲，啊来个台湾话嘛足够讲，这三种拢也要讲。哎，这个囡仔唔是做灾情的囡仔。大家看到拢见看见了咯，咱唔免去排斥，唔免去克制别种语言。咱三种来讲，这是台湾，就是一个语言报道。咱希望讲咱的囡仔，当然会当像安尼。所以讲，你注意，那是咱食老的时阵，咱八十岁啊，你的囝儿是谁？伊在讲啥物？咱在讲啥物？囝儿是谁？伊拢听无？你心肝内是安怎想？不管你是讲啥物款话，你在讲啥物，你孙仔拢听袂你讲啥物话啊？这就是咱亲妈、阿公、阿妈伊的心情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讲咱这个台语，咱上摆阁做一个提醒。顶摆什么时阵讲，无重要啊。咱后一摆要什么时阵阁来讲这个台语。好来，感谢我今日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各位，努力。